Hello， 我是郑静，好久不见，有没有很好看？是最近新学的用纸巾做的玫瑰花苞，分享给大家。拿一卷卷纸，大概五六七八节都行。折一个小三角，再对折一道下来，卷卷卷卷出小花心，翻个面，食指和拇指捏一道平行边上来，围着花心开始绕。等纸巾剩下的长度和你的食指指尖长度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可以重复之前的步骤啦。这个过程很解压，一直绕绕绕就会变成好看的玫瑰花花。可以用过期的腮红给它们上个色，我这里用的是彩色粉笔，根据纸巾长度厚度以及我们折的时候角度的不同，花花的大小和形态也会有些差别。学会了吗？可以@闺蜜一起来试，我们评论区见，拜拜。